过段时间。怎么了？我想换一辆宾利。好啊，你陪我去挑。那你先把我的车换了怎么样？那你嫁给我。去你的。青儿，青儿，哎，快上营了！又在偷看监控，被人家发现你就惨了。谁怕谁？他们表演我也没办法。哎，青儿，快快快！青儿，哪里？不要看了，伪君子。我伪君子？我勒死你，今天好死鬼！哎你眼里就只有钱呢，我以后得小心一点，别让你给卖了。切，你还是小心那些跟你描绘美好生活的人吧。嗯，怎么回事？什么玩意儿这是？嗯，我过去看看。我去了。老板，啊，什么事？保安，来，你去查一下监控，看谁动我的车。放心吧，这里应该没人动你的车。你看，现在动不了了。让我试试看。可能是挂掉了吧。你说谁的车坏掉了？我当保安的，我真的不懂。什么都不懂，怎么当保安？罗坤，快过来。把钥匙让我试试。嗯。没问题啊。哎，你让开。哼。哎，那么奇怪，刚才明明不行，为什么现在又可以了？你不着急走了？这个停车场邪门，上车。这些保安真恶心。老关，看什么呢？给你点好吗？罗坤，上岗了。他妈的，你能不能安静一会儿啊？假正经，你看。发什么神经病啊？有鬼呀！拍到了，真的没骗你。你拍了什么呀？啊？你有病啊？你看。没骗你啊，没骗你吗？
其实也看得不太清楚。肯定有鬼。那跟我出去看看。那你没胆，就不要去了，啊？慢点好吗？这里面明明是说死，怎么会有人呢？你有这钥匙吗？有啊。开。开啊。我为什么听你讲？走吧。我就说你没中。操你妈呀。这个也不对呀。我看算了，老关，老关，老关。
천둥이 쳤으니 망정이지. 우박이라도 됐으면 어쩔 뻔했어. 우박아, 우박아. 네가 생각해도 웃기지. 队长，罗坤呢？罗坤去拉屎了。这小子，你知道那块木牌子上哪儿去了吗？什么木牌子？就217空车位上的木牌子。有啊，我昨天你借呢。谁他妈手这么贱？自找倒霉，这是。是自找倒霉吗？别多问了，火腿肠不错啊。队长，嗯，那个车位真的有问题吗？都听这个保安嘛，罗坤他爹会炸鬼啊。你找死啊？罗坤，217车位真的闹鬼吗？说出来吓死你。时间不多了。哎呀，电影快开了。哎哎，那有一个，那有一个，哎，那边那边那边。不行啊，这有钱人的。有钱人怎么了？一会儿看完电影不就出来了吗？就待一会儿。哎，算了，谈那么多干嘛？先停了再说。对不起啊，宝贝儿，爸爸给忘了。走，爸爸带你去看咱们家的新楼盘，好不好？好，我要去开开轿车。走了，宝贝儿，下车喽。走，宝贝儿。
骗得也太离奇了。不许离奇，许离谱。哼，我骗你的吧，是队长亲口跟我说的，你爱信不信。我信你个头。哎，去去去。哎呀，哎，还有啊，你知道站他家车位的那些人怎么死的吗？被火箭撞死的。哎，能不能尊重一下别人啊？哎呀，就抽一根还不行吗？不抽烟能死吗？快点扔了。我冲外面抽行吧？啊？那女的怎么没死？你对我兴趣啊？你请客，我告诉你。你这回知道这个车位诡异了吧？这里经常闹鬼的。小善，我吓你？我刚刚说的那个私家车位牌子肯定还在那里。你继续编。编他。你不信，跟我来。看见没有？啊，还在这儿，没骗你吧？是你改的。我改他干嘛？我有病啊。我觉得你真是有病。
哎，你想干嘛？扔掉他。队长说不能扔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以前大老板留下来的，阴气太重，不能动。算了，走吧，别惹事了。走吧。哎，别搞了。别搞什么？我警告你，你不听啊，自己找倒霉。我就是不信邪，谁再邪我就扔掉他。谁啊？小朋友，你在这里干什么呀？都这么晚了，怎么还不回家呀？小朋友，小朋友。怎么了你？
没事吧？我听不清楚。怎么回事？刚才有个小孩，什么小孩？小女孩，还有个穿白衣服的，看错了吧？没有，那个小孩抱着我的腿，吓死我了，真的。可能是你加班太累吧。要不？我陪你回去。我的车打不着火了。你又打不着火？哼，应该没问题，没有这个，你再试试看吧。不可能，我刚才试了好几次都不行。我想你再试一次吧，上次你不是一样吗？哎，着了。周围真的有问题，我们你快去看看。我拉屎呢，快点！他妈的！老关，你赖完了吗？What?
是谁？怎么回事？有心脏病的人都能招来做保安？孙总，他有保安资格证，而且体检表上显示他身体很健康。包子真没病，他可能真撞鬼了，我们摄像头都拍到了。屁话，胡说八道。我告诉你啊，小包死的事情到此为止啊，别到处乱传什么鬼呀鬼呀的。那我也不干了。嗯。行行行，赶紧滚蛋。哎，罗坤。孙总，咱们这半年多已经换了五批了，胆小的干不了一个星期就全跑了。我们这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。放心，已经到海关了，下周一就可以取货了。坤哥，我听说咱们这儿有不干净的东西。哎，少多管闲事。坤哥，你穿这个就是比我美。哎，你有病啊。以色列合同12月19号到期，我们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。我今晚估计最快也要11点才能下班呢。哎呀，不行啊，你晚上来接我吧。我们这栋楼真的很可怕。哎呀，那么晚我自己不敢回去啊。
最近好多事特别不顺，烦死人了，天天加班。哼，早就让你来我们公司，你不愿意、啊、我不喜欢你们公司的业务。怎么了？我想起来了，前几天我在停车场里看到一个好可怕的小孩。小孩有什么可怕的？不是，那小孩可能是鬼，不是人。说的那个女人，站着别动，我马上回。哼，越说越夸张，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吧？我没有在跟你开玩笑。最近我总感觉我们这楼里特别诡异，好像有双眼睛在跟着我。等等我，等等我！罗坤，人呢？队长，队长，走，看看去。哇，这停车场晚上还这么多车。旁边商城上面有个电影院，现在很多人晚上开车来看午夜场的。电影院不是在未来商城吗？怎么都停在这儿呢？哎呀，不是啊，好多车原来就停在电影院的车库里，后来物业为了给电影院调车位，搞得我们每天停车都很难。我跟你说，哎，谁干的？监控，你等等我，你等等我。怎么了？你没听到什么声音吗？什么声音？停车场里听到的就是这个声音。谁啊？
怎么了？你们到底是谁？这不是你们该来的地方。冤有头，债有主，不用来找我们，赶紧走。明天我送点钱给你们花，以后别出来吓唬人家。别过来！再过来，我把你们都抓了。别人怕你，我不怕你。我怕是抓不抓你们这些孤魂野鬼，我知道怎么收拾你。我知道你们一家死得很冤枉，但是跟我没关系啊！赶紧回去，哪里来，回哪里去。没事了，没事了，都走了。没什么。是我的手机。你的手机？在哪？在我包里。刚才包丢到里面去了。好，你别动，我去给你拿。你等等我。好了，没事了，我送你出去。真是太感谢你了。到了，这就是出口。啊，真的特别感谢你。没什么，其实我们以前见过。多谢你了。我叫。再见。丽丝哪儿去了？还好丽丝打电话过来。你说什么？你朋友被车撞了，快不行了。什么？我听不清楚。对不起，跟谁说的？哦，知道了。朋友想亲口跟你说对不起，我把电话放他嘴边。队长，你说那两个货车怎么处理？
什么？私家车位？我没听错吧？没错，赶紧挪过去，绝对不能让人再把车停在那个位置上。哦，知道了。小张，车打着了吗？不行啊，老大，这车好像坏了。兄弟们，推车。哎，你说这车都是谁的？坏了还停在这儿？哎呀，听说是开发商的，一直隔着也不敢扔。哎，像这种破车，你说停在这儿一年得少收多少钱？收多少钱也不收你钱。有病，赶紧！Lisa， 我理解你的决定，不过你现在走，我真的替你惋惜啊。一直很感谢魏总对我的信任，也感谢公司对我的栽培。不过，我真的没办法继续在这栋楼里办公了。现在一进这楼，我就心里发冷。Lisa， 我理解你的心情，也许我们可以换个方法。我向总部申请调你去香港，换个环境，调整心情，你觉得可以吗？真的很感谢，不过我最近不想来公司上班了，我在家办公可以吗？不行，你的职务这么重要，不适合在家里工作。好吧，那么我交接完工作再去香港。怎么了？有事吗？麻烦你下去把车挪一下。我们也没办法。我知道，你让他们再等等好吗？我今天实在是太忙了，真的没时间下去。那帮人都急了，你要再不下去，他们就要砸你的车玻璃了。这些人怎么这么讨厌？你去跟他们说一下，我今天是最后一次上班了，有太多的工作要处理，车就让我停一下，明天我就不占用他们的地方了，可以吗？最后一天你要走了？为什么？麻烦你去跟他们沟通一下好吗？我们说了一点没用，你就下去一下子嘛，耽误不了您多少时间的。我知道，可是开走容易，找停车位太难了，我不知道要找到什么时候呢，你应该理解一下的。你可以停在我们那个停站吧，你把车钥匙给我们，我们把车呢停好，再把钥匙送给你。啊，好的，那谢谢你啊。没事，应该的。
在公司呢。好的，明天下午我去找你。好。有什么事情吗？这么晚了，我看你还没走，就上来看看。你没事吧？啊，没什么事，我在收拾东西呢，明天就不在这里工作了。我知道，我只怕你走晚了，不敢下去开车，所以我上来接你。你说什么？你们不会又把我的车停到下面去了吧？我下午有事，是沈阳停的车。他是新来的，又不知道情况，就把车停在地下车库了。啊，你们这些保安怎么这么讨厌？啊，那个，我是说那个保安呢，没说你，不好意思啊。没事，我只担心你不敢下去，所以我上来见你一下。嗯，不过还要麻烦你一下，你一会儿帮我把这个箱子搬下去好不好？没问题啊。谢谢你啊。不客气。那我走了，谢谢你啊，以后有机会再见。肯定会再见的。对了，我劝你还是换一个工作吧。我走了。原来跳闸了，我的车突然又打不着火了，而且刚才我又看见那个小女孩。别想这些乱七八糟的了，你要喝水吗？嗯，谢谢啊。你先喝点水，我去看看你的车怎么回事。
怀孕，我怀孕，我怀孕。你好，你怀疑谁？你在什么地方？喂，我在车库，我现在在车库里面。能再说一遍吗？喂，你在什么地方？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喂，给谁打电话？继续啊。没有，我是给我一个朋友打电话，我让他来接我。哦，那他什么时候过来啊？啊，没人接电话。嗯。哎，都这么晚了，估计人都睡了。你的车的线路有问题，不过我已经给修好了。谢谢你啊。那我就先走了。我送你。你怎么了？你没事吧？啊？没事吧？不是，没想到我在你的水里下药吧。你是谁啊？我是谁？你好好看看我这张脸，看看能不能认出我是谁。我不认识你。认识我？答案了，我们就有重报案。你答案不记得了？不过记得好清楚。2009年6月12号，你搬到梨园湾，你住5号楼706，我帮你办过3次行李。2009年国庆节，你从国外旅行回来，你被你的老外男朋友甩了，你从楼上扔了很多东西下来，是我帮你捡回来的。这些东西我还留着，你要看吗？相信我了吗？我想起来了，我想起来了。不用叫了，这里只有我一个人。2009年圣诞节，你喝醉了，是我送你回家的。你吐了我一身，然后你还抱着我，吻我，然后你说不能让我走。是你他妈的吻我！我做正人君子，我没杀你啊！
我给你倒水，我给你擦脸，你清醒一点，你就帮我冲保安，冲得不要脸。你吐了我一身，你还骂我，不过没关系，我高兴，我高兴你吻我，你知道吗？我真的从来都没有想象过这种事情。那天晚上我一夜都没睡着呢。可是第二天呢？当你在我面前走过的时候，你好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一样，完全无视我的存在。啊！怎么又跑出来了？赶紧走，哪里来回哪里去。走吧，你这招吓不了我的。你在吓我是威吗？不出来，我把你孩子给杀了。
来，跟我走。家里呢？你跑下去干什么呀？真是对不住啊，我们两个没听到动静，不晓得他又下去了。我知道她是你女儿，是我对不住她。那请到屋里来喝杯水吧。不用了。起啊！我刚才不应该这样对你，对不起，因为我实在太喜欢你了，来这里上班就是想再看着你，还有那个小孩和女鬼也是我安排的，因为这样我才有机会和你在一起。像我这样的一无所有的小宝，就根本没有资格喜欢你。丽莎，我知道你在听我说话，我知道你心里一定在恶心我。
说实话，我自己也骂我自己，你凭什么？凭什么喜欢人家？丽莎呀，你出来吧！我保证，我保证不会再伤害你。你到底在哪儿？丽莎，你知道吗？在这个楼里，楼梯里，电梯里，停车场里，还有我那个私家车位，只要你走过的，摄像头能拍到，我都保存这些录像。每次啊，我看回放的时候，我都会感觉特别特别的幸福。丽莎，你在哪儿啊？电话打不通，对讲也不开。你敢说话？坤哥，我把你们都杀了。坤哥，别睡了，起来开门。怎么了？这么晚了？你没睡死啊？哎，你那座机怎么回事？什么怎么回事啊？你怎么把门都锁上了？有啥事你赶紧说，我还要回去睡觉。哎，你不会是金屋藏娇呢吧？我绕了一大圈才从后面旋转楼梯进来的。到底怎么了？哎，我说你他妈烦不烦呢？找我什么事？不会里边真的有美女吧？有。而且还没穿衣服呢，真的假的？好吧，那我不打扰你了。哦，刚才派出所来电话，说你这个电话有人报警。哼。然后呢，派出所回电话的时候，你这电话就打不通了，就打到总部去了。打到总部去呢，然后就问怎么回事。刚才我看新闻。看到一个卖菜的，他很像我们老家那个杀人逃犯，我就打电话报警，可能没挂好。啊，真的假的？那你为什么不用你的手机呢？后来我想想算了，说不定自己弄错，别给自己添麻烦了。也对，这年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没错，那你还有什么事？我没什么事儿，那我先走，拜拜，拜拜。美女，让我看看。刚才不是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吗？你要是不吻我，我也不敢爱上你，就不会来这当保安，都是因为你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其实我也感觉好像认识你，不过，我想没那么巧，我就没问过你。真的，我真的对你有印象。你不要再骗我。你要是对我有一点点印象，你就不会骂我恶心。我没有，我没有骂过你们，我真的没有。骂了。你要不是看不起我们，骂我们，
我还会像以前那样默默的爱你。我又怎么会杀他呢？更不用编故事杀死包子。不要再说你爱我了，我听着好恶心。你根本就没有资格说爱我。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我说你这种人真可怜，找这么多理由来掩饰你自卑懦弱的灵魂。你根本就没有资格怪我看不起你这种人，是你自己一直看不起你自己，是你自己鄙视你自己。Ah!